说想你我OK， 好，来这个哈。你平时说话的时候那个感觉呢，放在唱歌里面呢，就形成了一个坏的习惯。每一个字之间呢，软软的，把整个的这种唱歌的感觉改变成为好像是一个玻璃的这样的一个瓶子，长的一个瓶子。这里呢有八个字，就好像是八个小球往这个瓶子里面装进来。装了以后，这八个球是在一，好像是一个竖立的瓶子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它的外壳呢是硬的状态。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不好？这个整个的这一个句子里面必须有一个气息贯通在里面，就是那个外壳要保持住它的一个状态。好，再来。每个句子都是一样的哈，这个 to 要出来。没有跟你降调哈 ，sorry， 一回去了以后。